的纸醉金迷的大鼻子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。我们干万人喝鸡，点一套吧，注意点一套。特别心细啊！拍下来这几个人的面孔。怎么回事？这样，我司机，上海漂的本地北京司机，涮肉，司机。看了半天教程，我决定我还是跟着随意跟着感觉走。这光美妆的话，应该讲究眼妆和眉毛是很干净的，就是边缘性很强的那种。但我真的画不来呀！我这什么玩意儿啊！我操！我在镜子里边看，比我在手机前置里边看啊，我自己长得好看多了。非常专业的说法。我现在整个眼睛在上面，可，我眼睛也太奇怪了，这个长相，你跟别人眼睛长得都不一样。那我们大家明白一下什么叫做 catastrophe， 然后失败了，不截断是完全不截断。并且就显得眼皮发白，整个人好像就在临死边缘一样。我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大好的工具，一双灵巧的手，一双不是我的手，这个多么重要啊！我希望有钱一定能做一个好鼻子。哇哦，确实，确实有那么一点效果。能看出来吗？闪的，是闪的，有那么点味道，有那么点意思。哇，那行吧，好久不，稍等一下，我去把头发和衣服换一下。